镜、隐秘的角落等等作品当中都有精彩的表现。而赖冠霖曾经以作品《冬天和春天打架》获得2022年金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暨新意计划推优荣誉。我们一起跟随他们的脚步，在寻找本届电影节那些优秀的青年电影创作者和闪闪发光的作品。好，来，两位一起在这里拍个照片。来，有请两位移步到我们的场内，谢谢，欢迎二位的到来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德国导演编剧